看我弄死他不？这第几把呀？第一把。但是我看不懂他妈说了，搞得我都不知道说了。我操，来烂尾楼了！我操，科喵！左边三楼，左边三楼倒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一楼打了两枪。上楼了。他。我说先去绑着他，再救玩。走完了。右上科喵。他把王彦文也给磕秒了，打死了。我人这样冲上去吗？真能冲，我觉得。直接冲了，你直接帮我打，我靠，枪线刀。掉下去了。打两下，闪两下。在山头上。王旭亮，一个。三脚下那个在哪？标点，标点。没办法，还要跑。我看到了，刚才在中段。直接跑。有东西了。还有两个。两个蓝炮。最后一个。没人了，不知道。外面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个应该在白坡什么地方架枪的，就是消防右边的消防炮，不要紧不要，来打。哎！我看到了。对啊。直接死啊！开个车救他。那我想想下来呗。我跟你们说这么多，二打。刚死了，应该是这个。找了一个 I 七的。少了吗？这就做 I 七了。标点倒的。左边这个人不一定死了，就。两个他妈的，有一个 ED， 我操，第一个这个熊啊！